欢迎来小声自我，我是启耀。哈迪阿旺不满媒体渲染穆斯林的丑闻，他认为媒体在针对着伊斯兰党。为什么我们的Dog Guru呢突然间会有这一种错觉这种遐想呢？因为他认为呢我们伊斯兰党现在是全国最大的政党，所以呢大家一定是要来搞针对，要搞污蔑的。我就送给这个长老呢五个字不要敢做不敢当。如果你自己做过的那些事情媒体爆出来你讲说是污蔑，其实你不就是变相的承认你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有多么的糟糕吗？我举一些例子啦我们就讲近期的玻璃四周大臣卷入贪污的这一个丑闻这件事情，就连玻璃四周的大臣自己也讲说他将会交给这个警方去处理去查办，如果真的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的话不用紧，秉公处理 OK。 所以哈迪阿旺你想讲什么媒体就如实报道了，真的是卷入这个贪污丑闻里面了有虚报账目了不对不对，这是在污蔑我们伊斯兰党，靠腰这样其实你要媒体来做什么？那如果你当上了这个政府之后，媒体是不是不能够报有关系到伊斯兰党丑闻的事情呢？这就是其中一个最好的这个例子嘛，敢做就要敢当你们自己虽然涉及的人不多，但是他是玻璃四周大臣和他的儿子这是你们伊斯兰党权力中心重要的那几个人，如果他们都涉入这个贪污丑闻，那接下去我们那里知道下面还有多少只老鼠 OK。 我们不要讲这样子的贪污丑闻，我们谈更广一点的超级多新闻近期登嘉楼的这个政府讲做什么事情，Sam Suri讲说开明嘛，但是呢非穆斯林办了一个这样子的派对，结果呢直接被取消罚款，讲以后不能办。非穆斯林开始骂你极端，讲说你很保守。这件事情媒体报道出去，你有什么话好讲？有什么污蔑的这个成分吗？没有污蔑的成分啊 OK， 敢做就要敢当或者昨天关系到这个针对性的津贴，你们要去监督可以，但是你们监督的这个说法这个解释是什么因为呢这个登嘉楼伊斯兰党的行政议员呢他出海钓鱼要花2000块，所以呢希望这个政府体恤一下我们这些钓鱼人这些 T20 的辛苦OK， 不要拿掉这个柴油的津贴。这就是现在监督的这个水准然后这个事情给人家骂，不只是给非穆斯林骂，你有骂马来人也在骂， TikTok 的如果你去看那个影片里面的留言全部都在骂，讲说你们只是在乎 T20 的这个爱好这个 hobby， 真正 B40 的人没有去在乎。这个事情就被放大了，不只是中文媒体放大，马来媒体也是放大这样事情，然后这是污蔑Come on， 敢做就要敢当，这就是我讲的今天的重点，那五个字。伊斯兰党并不是讲说他们做得有多么的好，做到90分然后媒体不停的去污蔑他假新闻把他带到40分，你懂吗 OK， 到底有哪一条是媒体误报虚报然后污蔑你的，你讲出来，你爆出来，证据拿出来，大家来讨论，这样的话这句话可以成立。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呢，自己做得那么的糟糕，人家如实的报道，你还在那边靠北靠步，那这个Dog Guru你不是这个错觉，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更够力的是呢，接下去还讲他们的对手这个政府呢其实在收买着很多的宗教人士，然后呢去做了一些不道德的这个事情首先再来一次了你有讲说有这件事情的话呢，麻烦你真正举证不然呢其实就变成你污蔑人家了再者就是呢他说其实他们的对手很多呢只是注重着现世的东西现世的这些财富这些地位，往事后世的事情呢他们完全不在乎了。其实这件事情呢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好像很有道理这样子伊斯兰党呢他们就是注重宗教上未来的事情，但是其实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的如果这一个政府他不注重现世的东西，就是现在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东西，那我们选他来做什么？大家明白吗？当然就是要注重现在的很多的这一些福祉这些福利这些好处，我们只有注重活好了这一世人的这个东西，那我们才可以在来世有信心把握可以过得更好，可以得到更多的福报嘛，对吗？
只有这一世啊、我们呢好好的把握现在有的机会去就业，去打拼，然后呢去做什么样的这个好事，你也要有能力你才能做好事嘛，你才能在来世的时候得到更多的这个回报嘛。所以其实现世过得好，得到更多的好处，跟来世过得好是没有冲突的，甚至也只有在这一个哈，我们控制不到我们的来世，我们往后的世界会长什么样，我们就只能够控制现在的这个世界会长什么样。所以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一世人过得好，过得充实，然后做好事啊。伊斯兰教义里面也没有告诉我们啊，这一世人就一定要摒弃很多东西嘛。我们要把握有的资源，做好了，来世其实就会过得更加的这个顺遂啊。至少我们希望是如此嘛。所以收买宗教是有没有我不知道啊，但是实际上如果有人是告诉你他很注重现世的一切的这个事情的话，我听不出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OK， 我真的听不出到底那个问题在于哪里。所以讲到白了，国家发生了这么多的这个事情呢，哈迪阿旺如今仍然是在以宗教作为论述，仍然是在告诉大家呢，有人在污蔑他，然后呢，讲说现世来世的这个事情，这也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在往后，如果这样子的政党真正入主了布城之后，那请问有多少的国家大事可以被推动啊？或者其实宗教的部分又会占多少呢 ？OK， 所以最后送哈迪阿旺再来一次啊，敢做就要敢当。OK， 这期跟大家呗，我们下期见，拜拜。